们是剑湖山乐团。那叫剑湖山乐团的原因是因为，就是我们简介上面有写的，是因为剑湖山是一个让许多平凡而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，并不是因为乐园跟乐团长得很像，所以我们才叫剑湖山乐团。好，那在驾场的途中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的团员。这位是赵纯佩，EG。贝斯手陈湘云，然后 KB 林胜雅，然后还有鼓手袁燕。袁燕要想要讲几句话，我们让袁燕讲几句话，还有八秒。我想要先 shout out 这个评审的郑婷老师，就是我前几天有参加高雄在地的音乐营队，叫做前东音乐营，然后那一天晚上，郑婷老师有办一个讲唱会，然后。我觉得那首歌因为好像刚好，我家庭的状况就是有刚好的不小心 match 到，然后那一刻其实，心中已经爆哭，但是我盯住了，因为张凯翔在我旁边，那一晚真的很感动，就是很谢谢郑婷老师，然后还想 shout out to 袁恩老师，就是 Helen Nicol 的音乐一直都陪伴着我，就是音乐这段时光。你的吉他的音色跟合成器的音色都感动我太多了，谢谢各位评审老师。我们谢谢袁燕动人的演讲。好，那我再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，应该不会，我花一点点时间讲一下这首歌哦，就是这首歌叫《寸步难行》，然后它其实是我在就是疫情期间，然后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，然后想出来，就是因为反正也不能出门。然后大家都封城嘛，然后就想说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包装。然后因为寸步难行又跟我现在自己的处境，还有我身旁的人处境有点像，因为我们就是大学毕业嘛，然后很喜欢音乐，可是也有自己的本科要做，所以就会蛮，就是寸步难行这样子。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个音乐这样。那这是我自己本人的心声，然后。我也很感谢，就是剑湖山乐团的四位团员愿意跟我一起演出，谢谢你们。那就开始吧。关在熟悉的营地，跑了一天却没有睡意。
谢谢大家。